说谎是社交的求生工具，你同意吗？根据统计，每个人十句话中会有三句是谎言。你被人出卖过吗？真的杀手？你真的相信身边朋友的每一句话吗？是你，原来你就是那个凶手。我是无辜的。真相只有一个。天黑了，请小心周围的人。你好，欢迎您收看《天黑请闭眼》，我是谢仲，我是安心雅。心雅有没有交一些外国的一些朋友，或是内地的一些朋友？内地的朋友没有哎、都没有。没有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一天也许你会交一些，会讲不管英文的啦、日文的啦这些朋友，搞不好交往过程当中可以学好一些语言。从来没有想过，因为我一句英文都不太会讲。那你也不会想要去学？很难呐、啊。啊，很难哦。对啊。哦 ，OK， 好吧。那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，有人曾经讲过说，如果你交一些国外的朋友，其实对你的语文来讲的话，会非常有帮助。哦，真的哎，就是常常跟朋友讲的话。哦，对，但是你也可能是另外一种角度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娶了一个他是嫁给一个美国人，纯美国人。哦。OK。那我们就想说，结果后来你的英文一定会变很好。对啊，不是？为什么？结果后来那个美国人的中文变得非常好。你可能是另外一种，也有可能。对，我可以教别人中文。对对对 ，OK。好，那今天来我们现场呢，都是两两成双的好朋友，而且呢，各来自大江南北，世界各国都有。OK。对。好，我们先介绍今天现场的特别来宾。今天来的异国好友群有姐妹淘马基欧和鸭子。私交甚笃的 Gigi 和路遥，选秀同窗黄靖伦和林心怡，以及中国娃娃单纯和唯一。正所谓交友满天下，相知有几人。这些外国人能在台湾结交到知心好友，实在不简单。他们会为了成全好友牺牲自己，还是为了拿到最后的奖金不惜出卖身边的好友？残酷的友情考验现在即将引爆。黄靖伦，你觉得你跟鸭子两个人谁心机比较重？比较重哦，我啦，是你好，对，我比较重，真的、啊，你比较会算计，我可能会比他就是想的更多一点，因为他其实都我也想的很多，他不太用脑，可是他的想是比较好，积极说的好，他你说什么？我说他不太用脑，他不动，对对对，他现在也不晓得在干嘛。那你今天来参加什么节目知道吧？那个天亮请开眼，天亮请开眼。你觉得现场这八位，你自己扪心自问，如果要是最后生存下来的人能够参加50万的奖金挑战赛，如果你能拿到50万，你旁边的那个好朋友，也许他提早出局了，你愿意把这50万你拿到奖金跟他分一半的，请举手。可以可以，分给大家我都要。哎，怎么我没给到？真的假的？好了，听话了，真的吗？我听你啊，我都愿意。吉吉讲这句话的目的是示好。就是你们不要杀我，让我留下来，奖金我愿意。好重啊！他一直在搞这一段，没办法，先解决他。对，那单纯从头到尾只是告诉你们说，先解决他。举手。我想你们大概也太假了吧？对不对？觉得他们很假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真的问你，我真的问你，真的吗？每场杀人游戏将有八位来宾参与，以抽牌决定三种不同的角色，代表邪恶方的杀手，以及代表正义方的警察和平民。游戏分回合制，每回合分为黑夜及白天。黑夜来临时，杀手将会杀害一位玩家，警察则可指认一位玩家，并预先知道该玩家的身份。白天来临时，所有生存玩家在讨论过后，可用投票杀死一位嫌疑最大的玩家。当杀手全灭，则正义方获胜；反之，当警察全灭，则邪恶方获胜。究竟今天的正邪之战结果将会如何呢？发牌之后，决定三种角色：警察、杀手以及平民。警察负责寻找杀手，并透露杀手的讯息给平民知道。杀手在每一页掌管审查大权，除掉警察亦或是平民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各位确认你的身份，从马票这边开始。马票注意，不要让旁边鸭子看到。好。好，来，马票，请。会让人感觉他眼睛射出杀手的那种杀手杀伤冷艳的感觉，有杀手的 feel。 对，结果到最后从头到尾是平民，然后故意要掩饰的感觉，搞半天。好，来，鸭子，请。
还在演内心戏，还在演，还在演。我们看牌，随便你要用什么角度、什么方式看，就是记住，不要让旁边人有机会看得到。来，路遥，请。你那个表情跟动作，今天好动的表情哦。好，来，琪琪，请。这是对的。太夸张了。他已经夸张了。他已经是平民啊。平民会做的事情。平民有。你看，你故意的。对呀。好，来，金轮，请。心机重啊。我觉得他心机很重。你那个表情到底是要无辜，还是要表示冷酷？他有在猜到，猜不到就好。哦，我也不知道，都猜不到吗？装无辜，好难猜哦。有可能警察。哦，有可能警察，对不对？也有可能。OK， 好，来，请，请，小心点哦。这个才叫装无辜，连八字眉都装出来了。好，来，单纯，请。不要给唯一看到，你拿反了吧？一点都不单纯啊！这样，好，来，唯一，请。看我的耶，好威严哦！他演技很烂，大家注意。M 是一个团体吗？对对对。准备好了吗？好。准备好了啊！天黑，请闭眼。手现身，请睁眼。是你呀！好哦。杀手，请杀人。第一个选 Gigi 姐呢，是因为鸭子姐决定要先杀了她。我在想，应该是 Gigi 姐很会玩这个游戏，所以我就决定也跟随她的想法。我第一个就是要杀 Gigi， 对，因为他太棘手了，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。杀手，请闭眼；警察现身，请睁眼。警察，请指认。请闭眼。天亮了，来睁开眼喽！哇，做错，做错，完了，就一定要故意要这样，天亮了吗？哦，眼睛好干哦。还有谁？通常天亮有其他一些动作要做的，还有来不及做的吗？啊，可以了。我要一杯水。还有要上来洗脸的吗？三明治。OK。好，在刚才天黑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个人被杀了，有一个人被指认。我不想死。啊！被指认，被警察指认涉嫌重大的人，接下来我们要去寻求。好好。然后来确定他到底是不是杀手。杀手。OK。小五哥，不要看我吗 ？OK。好，既然你们都觉得他是这么可恶的人，来把单纯带进去。地球确定你哦，单纯是谁？拜拜。第一夜，两名警察马基欧和黄静文认为平民单纯有可能是杀手，所以他将要被送进恐怖刑求室接受严厉的逼供。只能怪两位糊涂的警察办案不力，害得无辜的单纯要受刑求之苦。警察指认的对象即将进入行刑室接受最严厉的拷问，当身体的痛楚濒临崩溃之际，受刑者将会透露哪些线索呢？警察 time， 谢谢你是我的冤枉的爹地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就让你成为真正的地咖，哈哈哈！
辜的单纯，在这次的行球中尝到皮开肉绽的痛楚，看在他里面痛得哇哇叫，两位杀手鸭子和林心怡这时的心中一定在暗自窃喜，还好有这个倒霉鬼代替行球。赶快把它放出来好了，我怕你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，它会尸骨无存的。我觉得你已经开始有点享受那种，对，它整个有瘾症，对不对？有，赶快把单给救出来，有感觉了，而且都好玩了。欣雅在里面说你要第二次，怎么会这样？没关系，多来几次，好可怕。你知道我们在外面都听到你那个撕起来啪的声音哎，还有肉这样弹起来的感觉。你好意思播我？你真的好意思？好好玩哦，好可怜。你笑那么大声干嘛？很开心哎。单纯呢，刚才被警察指认他涉嫌重大，所以进去受苦。接下来有一个人完全不需要受苦，对，因为就直接出局了。那就没有。不要讲，我跟你们讲说，刚才在过程当中有一个人被杀了。对 ，OK。那这个人就要离开现场所有的游戏伙伴。我们的节目里面有好几次最背的状况是什么？就是要被刑求又要被关。要被刑求，要被刑求，而且又是被杀死。对，你刚真的刑求他，你很开心。对啊，开心啊，心痒痒。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不知道哎。对，但是你不要以为一定不是你，因为杀手跟警察分别两个人，那四个人在指认的过程当中，有可能指认的都是同一个人。我们节目就发生过好几次，真的。对。没有啊，刚刚我觉得很可怕。不好意思，那边也很多空位，可以吗？大家请往后面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刚才他走到你们后面的时候，琪琪，那武士走到后面的感觉？很不舒服，路遥鸡皮疙瘩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。我不信，你再走过去看。不要呀！谁杀我就不要过来哦。我跟你讲啊，你最好不要去哈尔滨，我跟你讲。抓很久了。路遥，在节目结束以前，我会叫武士把头盔脱下来，让你确认一下他的长相。我肯定他被上级的人打了，对，他自己有受伤哎。好 ，OK。是我哟。好，琪琪，你刚说如果人家杀了你会怎么样？我会让他另外一只眼睛这边有一条疤。对吗？我好想看哦。我也要。来，死亡确定，吉吉。啊！啊！会不会完了？吉吉没了。谁竟然是猪妈杀我啊？吉吉，你不要让他脸上一道疤吗？算了啦。好，来，吉吉，在要到天堂以前，你觉得是谁把你杀了？我觉得是心仪。为什么？没有，我觉得是王俊文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刚就坐在那，我一直觉得他就是整个很鬼祟，他就是一直鬼祟。鬼祟会不会是他平常的个性？没有，不是。游戏一开始就很鬼祟。没有，他刚突然鬼祟。真的吗？好，所以你提供的意见是你觉得黄俊文是杀手。OK， 好，来，郑总。昨天晚上，两位杀手鸭子和林心怡把平民吉吉给杀掉了。不过吉吉在临死前怀疑看起来鬼鬼祟祟的警察黄靖伦为杀手，他这个判断会影响正义方的情势吗？接下来还有一个人也一样要出局，你们觉得谁是杀手？讨论完以后投票，票数最高的人就会被认为是杀手，要出局。OK， 跟吉吉作伴。马跳，你觉得杀吉吉？杀吉吉的人胆子还蛮大的，只能这样子。真的吗？对，其实他是混黑社会的吗？就是类似的，对。演艺圈里面其实蛮少人可以敢惹他，因为他嘴巴还蛮直接的，所以可能后面他会不好过。但是那个杀手就是没在怕的。哦，那种人，要不然就是。那你觉得是谁呢？你可以直接点名一个人，你觉得是谁？我觉得就是心仪。OK， 好，你觉得要比较不熟的，熟的人不好下手，所以你觉得是心仪。心仪。OK， 好，心仪，那你觉得谁是杀手？你是杀手吗？他都没有很熟。有，你熟一个黄俊仁。OK， 可是他现在红了，所以我跟他没有很熟。他是这种。原来他是那种可以同患难不能同富贵的人，黄靖伦。因为他现在 ，OK， 他现在比较忙。哦，是，好。那刚才 Michael 说你是杀手，那你觉得谁是杀手？路遥。路遥。
对，你也不想到他的名字，因为我只知道他有玩过这个游戏。OK。就是我先开始。哎，所以你看，好恐怖。如果照心仪刚才的讲法，那跟路遥最熟的人是谁？吉吉啊。结果路遥把吉吉给杀了。他让他死了。不，我。又不是，你干嘛把地狱之门给关好啊？对啊。那你觉得就是路遥？应该，如果今天坐在这边都是认识的，我就反而会怕。哦，所以我跟你讲，如果万一最后路遥真的是杀手的话，那吉吉才要觉得。还是我可以过去看每个人三秒钟？不可以，因为我就知道了吧。好，路遥，那你觉得谁是杀手？我吗？我先讲，我不是杀手。我有多傻啊？我的 partner 被我杀掉，我就。你是觉得我的 partner 被我杀掉？对啊，他刚刚讲说。双关语，但是有线索。那中文不好吗？好，那你觉得谁？我觉得，怎么会中文？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所以会脱口而出嘛。我跟你讲，真正的杀手一定是滴水不漏的，会讲很多，你才会发现。嗯，我就告诉你，我不是。好，那你觉得谁是？我还没看出来，我在想。王杰伦啊，他刚才一直在观察我。哦，你觉得他干嘛？我现在看不出来，只能你了。嗯，好，你觉得是黄俊仁？杰伦，你觉得谁是杀手？他好装无辜，你看。鸭子，鸭子，哎，鸭子都没有讲话，今天太安静了。你看一个幽灵干什么？看一个看现场，我就看他。哦，好，杰伦说你是杀手，而且通常不会，就是如果我要杀他的话，也不会那么笨，因为。这样最好指了嘛？应该会指这样或这样子。哦，你是太懂了，你看，都会这样最好指，要这样子。OK， 你是007啊？对啊，我是这样吗？对，那鸭子，你是杀手吗？如果你说你不是，你觉得谁是？你们俩会给。想到你会怀疑我，哎，我完全没有想到你会怀疑我，哎，马 Q， 我真的不敢相信是你，对不对？我真的不是啊，我刚本来猜路遥，嗯，那为什么现在不猜？因为经马 Q 的分析，最有可能杀鸡鸡应该是路遥啊，所以路遥也是那种不怕鸡鸡，然后他要跑出来了，他要跑出来了。超简略，我很快就是陪你了。好，好，那你觉得是路遥？嗯，好，你觉得是路遥？我怎么这么惨啊？单纯，我觉得是马 Q。嗯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很了解唯一的生日跟马 Q 是同一天，走，所以他们说谎的时候有点盯住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是吗？对，是因为想尿尿。你觉得是马 Q？ 来，唯一。因为我自己也很了解自己的个性，所以我也觉得是马 Q。你们真的是，你们真的很夸张。同一天都是杀手，你们有没有眼光啊？对，哎，也有可能。好，你们都已经讨论完了，接下来要投票。嗯。票数最高的人就要被送到地狱去，跟吉吉在一起作伴。好哎。你认为路遥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三票，好，请放下。你觉得鸭子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一票。好，来，请放下。嗯，一个人只有一票，你只能投一次。你觉得马 Q 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三票。三票。好，这样子看起来票数已经出来了。嗯。路遥三票，马 Q 三票。两个人 PK， 接下来这一轮只剩路遥跟马 Q， 我们要再举行一次投票。路遥30秒，刚才投票路遥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看清楚谁投你。好，来，请放下。路遥，争取你的票数，告诉他们你为什么不是杀手。六语之话，我会玩也没办法啊，那我抽到平民呐，对不对？我也很想当杀手，还可以一展我的所长，但我真的没有，真的不是。那我为什么投马 Q？ 我是觉得能这样想的人，那估计就是杀手。嗯哼。对啊，因为他会
会杀他，然后嫁祸给我，真的。嫁祸给你，哇！现在都已经玩到心机那么重了。OK， 我觉得我死的真好哎。马跳一样，三十秒。大家好好想一想，我已经讲说我真的不是杀手了，而且你有没有看到他的摆姿势的动作？他是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就是动作非常大。因为他是在炫耀一戒指跟手水晶指甲。他们老师说我是超放松的，我觉得整个跟我无关。放松就不对了，放松就真的不对。嗯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如果我是杀手，真的，我投给你，真的，我真的不是。哎呦！哇，我真的开始诅咒了，好难猜哦。好，他们两个人都已经讲完了，最后这一轮就是路遥、马 Q， 一样七个人可以投票。你认为路遥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四票。OK， 请放下。所以马 Q 就只剩三票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路遥不是。路遥。你们两个有眼光，我跟你讲，我自己过去凶你吗？自信，我自信，我来接你了，我来接你。这次投票讨论中，形成平民路遥和警察马 Q 的 PK， 路遥以一票之差参招出局，和他的好朋友 Gigi 一起在黄泉路上作伴。好 ，Gigi 还有路遥两个人已经出局了。在任何一轮游戏过程当中，如果要是杀手跟警察同时出局的话，我就会宣布比赛结束，哪一方获胜。OK， 好，所以我在这正式告诉你们，比赛进入第二轮。表示一定有杀手跟警察同时存在这六位当中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来，天黑，请闭眼。杀手现身，请睁眼。杀手，请杀人。这个晚上的话呢，因为鸭子姐她刚刚选了一个人，所以她希望这次呢由我决定。可是呢，我可能傻傻分不清楚，因为我想要杀那个中国娃娃里面的唯一，但是呢，我把他的号码看错了，然后我比七，然后后来他问我到底要七还是八，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我已经开始慢慢有罪恶感，所以他帮我决定了先杀掉。唯一姐姐，这第二次呢真的很难选，因为我觉得第一次既然是我主导的，第二次就让心仪来选，结果心仪她七或八中国娃娃两只选不定，我就帮她挑了一只，至于为什么是那一只我也不知道。杀手请闭眼，警察现身请睁眼。警察请指认。警察，请闭眼。天亮，请睁眼。我们这个节目主持下去。他又演了，又来一次。他每一次都会这样子。要起床。我觉得这个节目主持下去，我们的手语应该都会很好。真的。对啊，因为不断的跟大家在那边比手画脚。你凶手，我就开始诅咒那个人了。哦，真的吗？中了吗？会恨他吗？会，我现在用念力。好 ，OK。好，刚才在天黑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个人被杀了。是啊，死得好，死得好，真的，我好无聊。现在谁死，你们大家都会觉得很好，对不对？很开心了。OK， 好，那接下来呢？反正就是有一个人要被送走了。啊，好，发什么？大家都在注意你的眼神。对啊，你不要再看我了，我吧，不要再看我了，是我吗？然后你还坐着，对啊，那你还坐着，你救我吗？啊，你还没确定啊？哦，是啊，对啊，我为什么觉得不是你？我不知道。哎，走开啊！好吧。
吧，那在过程当中呢，其实杀手呢下手真的是毫不留情。对。对，而且这个杀手应该是不太喜欢你的。哦，真的。对不对？人家心机真的很深。人家捂着耳朵就听不到了吗？你耳朵也没捂到啊。他在装可爱啦。哦，真的吗？再怎么装可爱也没有用。来，唯一死亡确定。真的？你很恐怖！哎呦，我死了！我死了！为什么？我知道谁杀我。你知道谁杀你？我知道谁杀我。说。你干嘛要哭吗？他还请我起来，好有礼貌啊！我不要了，为什么呢？好，唯一，我让你有说话的机会，你觉得是谁杀你？我知道谁杀我。谁？你说。是假的。没关系，可以说。马奇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觉得会杀我？为什么？我觉得马奎有杀我。怎么可能？因为我们刚刚一直认吗？因为对他觉得我们一直觉得是他，所以他怀恨在心，然后有机会杀的时候就先把你给杀掉。我觉得杀手心机真的好深，真的好会玩。好嘞，不是玩。来，唯一死亡确定，带走。第二页，杀手鸭子和林心怡将平民唯一给杀害。而唯一始终认为杀手嫌疑最大的人是警察马奎欧。马奎欧被杀手杀了，拍谁呀？对不起，你心机很重啊，你哈，你心机很重哈，你是杀手对不对？中国娃娃和马奎欧结下了大梁子。遭到杀害，只要再有一位平民被杀手解决，邪恶方就可以获得胜利了。白天来临时，所有生存玩家在讨论过后，可用投票杀死一位嫌疑最大的玩家。当杀手全灭，则正义方获胜；反之，当警察全灭，则邪恶方获胜。究竟今天的正邪之战结果将会如何呢？接下来我们要透过讨论，看谁是涉嫌最重的杀手。杀手是谁？来，鸭子。你觉得谁是杀手？我觉得还是伙伴吧。伙伴，单纯。怎么？因为刚才他被带走，他就耶要混。哦，所以你觉得是他？嗯。好，你觉得单纯？你觉得是我？嗯。我还是他们俩，他一直以来都没讲话。我觉得他说不定是两家假沙挖工的那种人。哦。嗯。黄金轮就一直鬼祟，我也不知道在鬼祟什么。可是马奎欧现在的表情有点凝重，但是我觉得是装的。嗯，还是觉得是马奎欧，还是马奎欧。有什么用呢？杀手为什么要装凝重？对啊，没有，因为刚刚说被说中了。哦，说中了，所以他唯一搞不好说中了。对，他觉得被拆穿的感觉，有可能，所以表情凝重。好，没错。所以你觉得是马奎欧 ？OK， 马奎欧，不是单纯就是鸭子了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指认你。我觉得单纯。你太单纯，我还是觉得是鸭子。嗯哼，他已经你看，为什么现在已经换了坐立难安了，有没有？他眼神非常的诡异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一直看我。哈哈哈哈哈！还是他看我旁边。对，所以你觉得是鸭子？对，太看你的样子也怪，不是我啦。因为现在没有在模仿谁嘛，所以那种眼神很奇怪。没有，他其实没有模仿的时候，他都这么安静。哦，他平常是。对。哦 ，OK。不晓得怎么办。来，心怡。我应该会猜他们两个。啊，那你要猜一个给我。是谁？那我猜马奎欧姐。为什么猜他是杀手还要给个题？马奎欧姐。对啊，是因为我辈分太可怕了吗？不是，因为你好像可以分析每一件事情。可能分析的很烂，分析的你很冷静，我可能分析的非常烂。好，你认为鸭子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两票。OK， 两票，请放下。你觉得马奎欧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两票。好，请放下。你觉得黄金轮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没票，只剩一票了，失落。你觉得心仪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不是，没票。
单纯是杀手的一票。那现在就剩下鸭子跟马 Q 姐妹戏抢。好，那我出局好了。我出局好了。那最后投票不是我，你要看。如果你要的话，你就跟大家讲，就是我，就是我。对，那我跟大家说，就是我。你是杀手，也可以。我不想拉这个票。哇，哎，这是同情票吗？是反向操作呀。那这样让马，那这样让马 Q 就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对呀，我怎么做？我是认真的，不想跟你。还是你是累了？哦，太累了，是杀手了。你等下有通告是不是？有。要先走。还有通告是12点的吧？好，来马 Q。虽然就我们两个被怀疑了啦，但是我跟你们说，我真的不是杀手，我真的觉得今天鸭子他太客气了，他太客气了，所以你们真的好好想一想，你们真的好好想一想，他就站着我讲，你要好好想一想啊，你们现场5个人，本来照理来说，因为他们2个人 PK。只要问他们3个人的票就可以了。对。可是因为鸭子刚才一开始就说没关系啊，就是我了，就是我了。那5个人都可以投票。好。你觉得马 Q 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一票。2票。每个人都要举哦。2票。每个人都要举。每个人都要举。5票，每个人都要举，没有弃权的。那我这票不举，我就是杀手了吗？你刚刚不是一直讲我是啊，我是啊，我是啊，我不要跟姐妹争啊，所以对，不举没关系。好，所以我说没有，但是讨论是一回事，投票是另外一回事。但我跟你讲，如果你是杀手，你进来以后被我打死哦。你不要怕，对哦。你要小心，要害我。我给你5秒钟，马 Q 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5、4、3、2、1，不投。不投。好，请放假。你觉得鸭子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身为杀手的鸭子史无前例的把自己给杀了，他竟然为了顾及姐妹之情牺牲掉拿奖金的机会，这该说他傻吗？总有人想自杀的，反正鸭子一开始就说没关系，就是我，就是我。对，鸭子多感人啊，好感人，好感人的画面。对，为了姐妹情深，我会完成你的遗愿。等一下，我今天我不会完成你的。所以相对来讲，他就是热闹，他就是让大家觉得，你看我多有情有义，马 Q 就是为了要赢。没有，我只是想说，下一次通告快来不及了。OK， 来鸭子，死亡确定，送走。原本邪恶方胜券在握，因为鸭子抛弃杀手不顾，选择自杀，使得情势有所翻盘。目前剩下1位杀手、2位警察和1位平民，正义方能把握住这大好机会吗？还剩下4位。哎，这个难度更高哎。这4位呢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憋得好苦。如果要是警察或杀手同时出局的话，比赛就结束。来，我们进行第3轮，准备好没？一定有最少一个杀手或一个警察还在游戏当中。哦，有一个人是警察。天黑，请闭眼。杀手现身，请睁眼。杀手，请杀人。可怕啊！来，杀手，请指认。杀手，请闭眼。警察现身，请睁眼。警察，请指认。昨天晚上风云变色，2位警察能够乘胜追击，成功揪出杀手林心怡的狐狸尾巴吗？这好难猜哦，是2位我都认识。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手心手背，你看他们都已经把手心手背了，那就麻烦你一定要割一块下来。黄靖伦面临左右为难的选择。目前场上剩下1位杀手、2位警察以及1位平民，案情即将水落石出。
警察请闭眼，天亮请睁眼。我们如果真的玩下去了，你真的大概会睡着，然后真的就要起床了。好，那刚才在过程当中，杀手又杀了一个人。来，马 Q， 死亡确定。马 Q 被杀手杀了。马 Q 被杀手杀了。请问一下，刚才投票的时候你投谁？马 Q， 我拍谁呀？谁不谁？你心机很重啊，你哈，你心机很重哈，你是杀手对不对？啊，你是杀手嘛对不对？警察马奎奥遭到杀手林心怡的杀害，不过昨天晚上警察也指认出杀手的身份。关键的投票马上开始，接下来就剩下三位，我们接下来要经过讨论来确定，到底你们觉得杀手是谁？这好难猜哦，这两位我都认识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手心手背，你跟他们都已经到手心手背了，手心手背，那就麻烦你一定要割一块下来。好，硬要猜的话，我觉得是心怡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他那个装懵懂也是他强项之一啊。对，你觉得他根本就是很会装，还装无辜、装可爱？有可能，对，没错，对。OK， 好，所以你觉得是心怡，来心怡，没错。你觉得谁是杀手？我会选我自己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两个都是我朋友啊。今天都走悲情路线是不是？真的。啊，大家都好爱你。这样很团结，谁心细啦？我会觉得是应该是静怡。真的吗？虽然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不是，但是因为黄静伦一直感觉让人家。就是坐立难安，嗯哼，就他有很多小动作，可能会哦，常常都有，应该是黄靖伦啦，我猜。OK， 好，讨论完，接下来要投票，接下来要投票，这很难。然后投票的过程，你不可以投自己，不可以投自己，对，你们一定要选一个别人的。好，没关系啊。OK， 好，你觉得黄靖伦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究竟林心怡是为了好友不想拿奖金，还是他想反其道而行，博取单纯的同情呢？最后形成警察黄靖伦和杀手林心怡的 PK， 而单纯的关键一票将会投给谁呢？你觉得黄靖伦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那为什么发他来？没有发我吗？啊，黄俊仁他们两个投票觉得你是杀手，绝对不是杀手。我给你15秒，你可以看着他们去诉求。很可能拉票。有一个人紧张的时候，有时不是杀手，因为他也有可能是警察。警察对吼，还是有可能警察。对啊，可是所以才会。如果我署名的话，我会不讲话啦。不，当我是某某东西的时候，我就会话比较多一点点。对对，不是，因为我们同公司，你就是要告诉人家说，你应该是警察，所以你话会比较多。没这么说，你也可以怀疑我，不过我为人正直，你知道我的为人吗？为人正直都出来了。对对，玩东西就是我要今朝会很狠的。OK， 好，我最后再问一次，你觉得黄靖伦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请问一下，你浪费那15秒意义在哪里？好，所以你们两位还是觉得黄靖伦是杀手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我宣布比赛结束，黄靖伦请翻牌。你为什么不相信他？来，心怡翻牌给单纯看。单纯，你不是很聪明吗？剩下还有一位杀手，一位警察，来，这样，马奎奥的位置是？他是警察。你
你就一直指认他是杀手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最后投票还把这个警察杀掉，他演的太像杀手了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另外这整个鸭子的杀手，对，就是你的。所以杀手是鸭子，还有心仪，我们恭喜心仪获胜。奖金挑战赛，记忆力大考验。挑战者必须在五秒的时间内记清楚十六宫格的每一张图，在游戏进行当中翻出两张相同的图形，然后配对成功。每答错一题，奖金则会掉落一次。只要你能够通过残酷记忆大考验，你就能够把奖金带回家。好，那在这呢，当然要恭喜心仪杀手的角色呢，然后一个能够参加我们的奖金挑战赛。所以你们现在就知道什么叫“点点假三花公”，对，然后一直摆出很无辜，然后告诉你们说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对你们两个我都不能交代，我就杀我自己，结果最后就是他留下来，真的。各位众姐姐们，你又发现他现在笑，跟刚刚都不一样了，姐姐们，有没有？带刺哦，那我努力拿奖品，谢谢大家。谁讲说只有我敢杀鸡鸡？这里面好像只有我自卑最小，最不敢杀他吧？他就我被灭掉哎！哦，真的吗？完了，可是我不要去好吗？不是，不要紧。这里面谁敢杀鸡鸡？鸡鸡就是第一个被杀掉，被他，就他，还有被鸭子。对啊 ，OK， 好，他们两个来，心仪，那现在就剩你。如果拿了奖金的话，照规则那就是你一个人的，你要不要分？那是你的事 ，OK。待会节目规则，我们等一下会五秒钟，我们会把这全部都翻开，里面有十六个是八组明星的照片，然后你要就是八组十六个两成双的，你要翻出两个都是一样的，嗯 ，OK， 譬如你翻第一个，假设说是安心雅，然后你就要找另外一个也是安心雅，如果翻错了，那就是错第一组，奖金就会从三十万，错一组就从三十万就没了，错第二组十五万就没了，你记忆的时间只有五秒。然后你要在一分钟以内完成所有的东西，如果一分钟以内有牌没有翻开，奖金全部都没有。可是你也不能一直很快的翻，因为你如果翻太快，就算是错了的话，只要错一组三十万没有，错一组十五万没有，再错一组四万没有，所以你要记。干扰好想啊，钱要归我们。可以干扰他，就他在记的时候，路遥可以唱他的歌吗？可以，不要提示就好了。OK， 记清楚了，准备好没？好，来转身，先转过去，来欣雅，请翻牌。干扰他。你说路牙不牙？还没开始，我调调少要冷静哦。你们那么努力看也拿不到奖金，不要看。好了，心仪准备了哦。来，转身，计时开始。赶快哦。帅哥啦。3, 2, 1。为什么我翻牌？好，来，现在翻牌。不要，快点吧。赶快哦。赶快哦。都长得好像，为什么没有扎性格？哎，刚刚有歌，没唱歌啊？他忘了。你说路遥不遥？哪个？你要站在他前面唱，你要站他前面。里面有。心仪总共有十六张，八组。这里面的明星最喜欢的是谁？有吴宗宪。好，我忘记了你。你忘记有谁？吴宗宪。我知道瓜哥啊，有瓜哥吗？对，有瓜哥，有瓜哥。一分钟以内，还有你要想办法翻错一个，前队往下掉了。准备了啊！有狗瓦的，来计时开始，一分钟。有陈老，还有洪金宝哦。啊，哎，对。OK， 第一组对，郭富城。两组哦。你还不知道，你比谁都清楚。来，李仁杰。没想到选秀节目出身的林心怡，除了记歌词的功夫了得之外，翻起牌来也得心应手，但因为得意忘形，连续错了三次，到底他能拿走多少奖金呢？哦，最后六个哦，错，十秒，加油，你要速度要快了，你速度要快了，快点，对。厉害哦，心仪呢错了四组，错了四组，所以心仪的奖金会有15000块钱的奖金。哇，尤其是前面几组翻得蛮稳的，对不对？你都完全没有管那个地方在干什么。对啊，他到现在都还没有啊，而且他完全不管你在干。对，你有没有想到你玩游戏能够拿到15000？没有，真的，他们也不相信。对，但他们说要分我们呢。哦，真的吗？好。哦 ，OK， 好，没有问题啊，每个人可以拿100块，好不好？100块也好，100块也好啊 ，OK 的。非常谢谢所有来宾来参加。
加我们今天的游戏，非常谢谢，非常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收看。